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今天来吃抹茶系列的欧包，还有甜品。这个是爆浆麻薯团抹茶的。抹茶蛋黄，配上我的小青汁。抹茶、红豆、豆乳、欧包，葡萄干，最
最后必须要配上我这个冰冰凉凉的抹茶蛋筒。好冰，Thank you.